张大。嗨，大家好。银斑鱼肚，欢迎来到小河肥肥钓推推。看到没有？吓到了没有？现在才三个人就在喊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北青鱼肚，那就是老板的实力啊！没有人，我们只要喊起来，喊起来人自然就来了。OK 啊，跟各位说一下那个，那个口罩啊，我觉得还是戴起来。哎呀，虽然现在已经解除了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解药还没出来之前，还是戴一下比较好。虽然很热，对啊。然后那个，最近听说会下雨，你们如果有外县市的来家，早上一定要，大概中午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，我会不会发布那个今天有没有休息？因为上个礼拜五有休息，啊，我有在中午之前发布，所以说会有提醒到一些可能要来现场的朋友。哎呀，你们如果看那一天有下雨，全台有雨，或者是彰化有雨，或者是哪一天你要去的那地方有雨的话，自己要注意一下。OK， 大概就这样了，也没什么事啊。对，好的。啊，等到你用飞机牌甲迄个腿牌拢是混着，飞机牌、腿牌各一份，吼，各一份。不知道喊不喊得起来，我先在这里拍一下好了。这一集就当作开工前准备。那个花枝牌一份啊，来。12哦，哈，12哦，哈，啊，差不多要开始啊，哈，啊。好，来啊，就在这边啊。好，对啊。不要待在你的旁边啊，哈。啊，这下退兵，我还是你家未退兵，我话你好唔好？哈，飞机牌这退兵，你阿个系你家。哎，姐姐摸摸这个饼干嘞。你顶大放心，啊，鱼大。哎，这边。十袋啊，十块哦。来，十袋啊，哈，来，四，来，多你几个两包。十号结束，哈，啊，这我系你家未退兵，哈。哎，未退兵啊，哈。多你一排两包哦，哈，哎对，好，啊，你多你一排，明天多你鱼啊，讲唔对啊，多你鱼啊，啊，你迄个细底刷里要一分嘛，啊，你去包一个细底刷里，哈，已经，哎对，要一分，哈，两包哦，两包好，来收，我咧拢有啊啦，干贝薯、白青鱼大、银鲶鱼片、鱼肚啊，多你鱼雕壳，我咧拢有啊，啊，几分一分了？大你买啥？麻辣小龙虾几个呀？好来，我来找你。来阿信，你给麻辣龙虾我贵些好不好？这几个我贵哦，金龙沙西来多来六千哈，金龙沙西六千来谢谢哈。我来个卡面哦，广东那个卡面。底卡有两种，哦红包红包一点，阿信红包红包红包，红包来几只？哦阿哥就一个，我这帅买几只？是啊，迄个麻辣小龙虾的照啊，我来切个啦，最元宝，300、600，安尼九百十一包，来你个甲第四包起，你个要一包，啊，五斤都起来，我买个条路啊，老板你话好啊，小啊，歹势五斤，哎嘛甲对了，最元宝5包，要切切，啊，稍一下，最元宝迄个5包吼，安尼拄啊900，我收好啊。啊，这阿姊也蛮好啊，我阿姊也熟者。来，我来服务好。来，多谢谢啊。来，多龙，迄个叫迄个阿成车甲杀过来，车杀过来，两千五块。然后啊，对，我阿姊也熟。今仔来啊，采访这台车者，200几万，新的了。消光黑嘞，面露的你看，宾士你看，两百几万的车，两百几万的车会当塞得久的啊。消光黑。干贝酥200。干贝。白酒300。干贝酥没有呢。油炸鱼300。八呐。银鲶鱼肚300。多利鱼300。雕刻花枝400，一包200，你给200。主流200，500哦，你好，哎，电器牌我无嫌的200嘞，啊，会嫌的300，哎，200嘞。
我去买一包，我4500。这单你也摕到未无？哦，这感谢你哦。谢谢。哎，拄好，哦，这就是送你去，哦，谢谢。慢点。无啦。啊，有啊，好啦，好啦，收好啦，你收好啦，无代志啦。第一就是我的吃播，谢谢。这个500-500咯。这个。这样子包干不？默默摕这袂歹食，我看我来挖宝，看够有啥物好食。五花呢？五花遐变来，好食。这来食看卖，头拄来蚵仔饼做好食。一包蒜香蒸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好嘞。吃看看，吃看看。嗯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哦，谢谢你，我刚才绝对不是在学肥婆的。我还没我包羊肉了。糟糕，我以为要开始喊了。喊我这么一吃物件，在外面喝酒。嗯。吃吃，那也免吃暗顿。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鱼。今天，不用钱吧？这大尾的这是淡水的嘛？啊，细尾的，迄海水的嘛？哎呀，看伊的设计啊，看伊皮肤。看伊皮肤。淡水的乌。淡水的乌的。哦。最高的还较乌了对啊。拢免本诶，用这比我，大家拢比我手搁较大只。珍珠石斑，欸，我真的还没有吃过珍珠石斑呢。香鱼，你讲一个讲去买讲问讲有香鱼无？你也讲无，结果伊尾也看讲有，你可以误会伊的意思，嘿。对啊，你下次来，如果再跟我讲一下，对啊，再补偿你一下。哎，人要交代，抱歉抱歉。鲍鱼够没有？哎，第二个鲍鱼够我包的。那个黄鱼，包个狼牙，你莫话别黑社会啊。酸菜鸭一包人工多少？够啦。我今仔是几包嘛？多少只？32点7包。好的，鱿鱼螺肉扇回锅，中间有停一段时间，那个也好吃。然后这一包也很好吃。如果说这几包，我觉得最好吃的，这一包我还没吃过，这一包是新产品。多你之前叫鸡腿排吧？鸡腿排啊。什么鲍鱼海鲜鱼翅根？加这无干。我买鸡腿排。这该干贝鲍鱼风味。没，我不，我不。就这样。吃这带点火。我今日食只默默炸来只，哎，大佬，你来者？食默默炸来只变来去了。搁有啥物要了解？遐面足食皮吼，遐系鱼啊，足贵个嘛。搁有遐地卡嘛，做只。啊，无你个系鱼啊。刚才袂记。二河350。我不钓爱记哦，我也袂记你话。二河350，遐地卡嘛做只。系啊，啊遐你也爱记，你无我袂记，我也袂记咯。嗯。这蚵仔饼真袂歹，搭车来去河山红山者，啊河山先去收起来啊，无日头啊，会当收啊。啥物食面？哎，无我帮你问看卖啊，好无？问看你有肥无？好无？我给你翕落，问看卖啊，你有肥无？安尼好无？你这身材讲肥啊，阮母阿咩啦？
我无话比你诶，我对无做，伊可能应该六十多啊。你等下叫我母啊拍你噶，要六十多哩，你也要六十多哩。哦，你要五十啊？甲伊对面这间火锅店，这间袂歹食啊。正也是啊，内底算袂歹，袂歹，慢慢都有人出来了。好啦，无这段先到这啊，人拢还袂来。拜拜拜拜，等一下，到第二段。